下面呢就开始呢，今天呢啊，这个2017年的7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18啊，明天19。好，那么希望大家纪念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把菩萨放在心中，我们拥有更多的慈悲心。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这个已经接通了，但是他这个有的电话线就非常的迟钝。喂，喂，你好。哎，师傅你好。你好。哎，师傅。啊，你好。嗯。记得给师傅请安。谢谢。我同学问几个问题啊。啊。嗯，1988年属龙的男的，看一下他的身体。88年属龙的。嗯。对对。八年属龙的，嗯，他肠胃这个地方啊，就是肠胃肠道这个地方不好，嗯，有黑气，然后呢，脑子啊，思维上啊，有很多障碍，嗯，哎，对对对对，他有抑郁症，嗯，啊，我告诉你，又不想吃很多东西，经常吃不下，嗯，嗯，然后呢，对很多的人都。啊，有点厌恶，不大喜欢跟人家多聊，包括跟家里的亲人，嗯，明白吗？嗯，是的，是的。啊，嗯，所以他这个抑郁症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已经好很多了，我看他，嗯，对，我看他脑子里呢黑气呢是一阵一阵的，所以呢，嗯，他发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不讲话了，不开心了，但是不发的时候呢，嗯，跟正常人一样，嗯，嗯，明白吗？那他，嗯，明白明白，他现在还需要多少小房子？我看看啊。啊，几几年的龙啊？再讲一遍。嗯，88年的龙，男的。看看啊。他还要念420章。嗯。420章，需要放生多少呢？嗯，放生大概2700条。嗯。2700条。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你看一下，就是今年往生的一个女的，是许云度，烟无许，云彩的云，印度的度，看她在哪里，需要多少张。许云度，嗯，今年往生的女的。哦，小房子倒给她念了不少了。嗯嗯，她已经穿过阿修罗了。嗯哦，嗯，蛮厉害的。现在是到欲界天了吗？等等啊，我看好像就在那个当中啊，刚到，还需要已经到了，到了，到了，嗯，赶快再给他念54章。嗯，54章。嗯，这个许云露 啊这个人呢略微胖，有点略胖。嗯嗯嗯，哎，嗯啊，我看到，嗯，是的，哎，嗯，明白吗？人挺好，嗯，人挺好，人挺善良的，在人间吃了不少苦，嗯，啊，他也不大讲，他吃苦也不讲的。嗯嗯嗯嗯，啊，好啊，嗯，明白了吗？对对的，啊，师傅，最后你给看一个2000年属龙的女的吧，看一下她那图腾颜色。属龙的。2000年属龙的女的图腾颜色。嗯。你叫她当心一点，好吗？当心哪一点？就当心身体啊。她呢，她颜色有点发这种叫发，人家说什么灰淡灰色，淡的灰色，淡灰色，哎哎哎，好吗？淡灰色，你叫他穿的淡一点吧，清淡一点。这个孩子，嗯，这个孩子人很善良，很文静，嗯，是的，非常文静，嗯，而且很有才华。他就是呢受不住气，就是人家冤枉他，嗯，他会很难过，很难过的，嗯。嗯，明白，对对对，嗯，对对，嗯，好吧，嗯，师傅真厉害，哎，嗯，对，嗯，师傅，他现在的功课是大悲咒21遍，心经27遍，嗯，准提108遍，礼佛1遍，你看还需要调整吗？嗯，可以啊，就这么念下去，没问题。嗯，可以的哈，啊，嗯，好的好的，行，好，是感恩师傅，再见，提问完了，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再见，再见师傅，再见，嗯，拜拜。嗯。喂，你好。哎喂，你好，喂，喂，你好，你好，你请说，嗯，卢团长，是，哎，你好，嗯，啊，
你能帮我看一个图腾吗？请讲。哎，你好，我看一个亡人叫叶哲青。叶。树叶的叶。叶是树叶的叶。哲是哲学的哲，青是那个就是爱青平生那个青。叶哲青。对不起，姓什么？姓叶，树叶的叶。叶哲青，清水的清啊。对，叶哲青。清水的清是吧？清洁的清是吧？青是那个就爱青的青。啊，青的青。叶哲青，我看看，什么时候走的？去年八月份。男的女的？男孩，是个男孩。哎呦，他是不应该走的，有点冤枉的。哎呦，他当时发烧发得很厉害，人整个发烧，月泽清，给他念了多少？给他念多少小房子啊？月泽清。我昨天最后烧完的是，已经烧了362张。月泽清。还算比较自由，但是还没有到天上啊。那现在在哪里啊？在飘啊。在飘啊。这孩子是在这孩子应该在就是在人道的空中啊，天空当中在飘，还没到阿修罗。你给他在大概要念180张。180张。好吗？好的。是不是这孩子走的时候有点冤枉啊？就是说好像不应该死的，好像有点像失误一样的。对，台长是这样的，去年夏天他是我的儿子。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出去旅游，然后到了一个景点的时候，那个孩子当时就是没看住，然后我跟我老公都是没看见，然后就掉到了那个观音菩萨的放生池里，然后后来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哎呦，你等等啊。我问问他看啊。难怪了。他说他本身就是放生池当中一条鱼。他是放生池里的鱼是吗？他说他当时感觉就是像回去，他根本没感觉会掉下去，他是自己等于像自己像玩一样玩水呀，自己一失足就被那个管那个地府的那个人家说土地公公一样的把他就带走了。我看看啊，那他是小孩子双眼皮，眼睛抠进去的，眼睛有点双眼皮是双在里边的，不是双在外面的。对。我看看啊。他说很感谢你们，现在你们已经给他小房子，他已经好很多了，刚刚下去的时候很难过，好吗？他说他现在可以比以前来投胎的时候好很多，就是说他投胎的时候实际上有点逃出来的，明白了吗？不应该逃出来的。您说他投到我这儿做我的儿子是调皮来的是吗？对，是自己不应该这么溜出来，他自己来，所以你这个孩子一定是一定是你不想生的，但是不当心生的。他是从哪溜出来的呀，台长？还是从地府，从地府来的。我问你，你生他之前，你有没有就是掉过一个孩子？没有，台长，我是确实是想要这个孩子，然后当时学校里就也是安排老师一个一个按计划怀孕，然后我就安排上我就怀上了。我问你啊，你在这个之前有没有这个掉过孩子？没有，我自己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那你在这个怀孕这个孩子之前有没有吃药？
就不想怀孩子的。没有吃药，从来都没有吃过药。嗯，我告诉你，这个孩子来顶你原来那个孩子的。嗯，他把原来那孩子弄掉了。嗯，所以被带走。嗯，你应该现在如果你再生的话，你应该还能生一个出来的。当时啊，你是说我你呀、啊？哦，哎，你要是能够，如我不知道你后来这孩子走掉之后，你生过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生完他以后，我们就没想再要第二个孩子、如果你要生的话，还会有个女儿，本来是这个女儿出来的。嗯，哦，听得懂吗？台长，那听得懂，听得懂。我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一个女孩子啊？我最近梦到过女孩子。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就是这个女孩子。嗯。台长，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儿子，他和观世音菩萨有没有缘分呢？他为什么选择在观世音菩萨的放生池？你不要再这样了。这个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业障，个人业障，个人自己背啊。他不应该出来顶人家的，他不应该出来顶人家的。所以我跟你们说了，有时候出去旅游最要当心。听得懂吧？因为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山山水水啊，你都不知道哪路神仙，明白了吗？每个山头每个地盘都有不同的啊，人家说人道也有人道啊，每个地方是属于谁的，这个他在地府也是这样的，每个山头啊每个山啊水啊都有人看管的，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拜地神啊，为什么要拜土地公公啊，所以为什么搬了家的人家里连续倒霉啊，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传统的易经八卦当中都有的，所以希望你们真的要好好相信，好好学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台长，那我再为他念180张小房子的话，他能到什么地方？我看到阿修罗倒没问题。到阿修罗道。好吗？那个他好的，台长，那个我今天早上自己测了一下，就是发现怀孕了。看见了吗？然后我今天看见了吗？台长讲了对不对？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对对对，我跟你说了，他不是应该原来的一个孩子，所以带走了。你到菩萨那里去拜佛，那人家看见啊，这是个逃犯。逃出来的，你这就把他带走了，这听不懂啊？现在知道了吗？服不服啊？知道了，知道了。台长，那我这个孩子跟我还有缘分吗？因为我老梦见他回家了，然后就梦见还会把他生出来。不会，你把他180章念完，108章念完了，他到阿修罗道就不会来找你了。跟你没有太大的缘分的。我能把它抄到再往上抄吗？什么什么再往上抄啊？就再往多念小房子的话。再往上抄，不是往上抄。对对。往上抄度差不多了，阿修罗道我看也差不多了，已经给他很好了。好吗？就是当时找那个给孩子找坟地的时候，就是碰见一个风水先生，他说孩子是从那个。也是说逃出来的，他说是从逃出来的，说是跟那个观世音菩萨有缘分。你看看，真的，因为他是选择在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放生池里嘛，所以我就一直选择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把他带走的，观世音菩萨来救苦救难，会让你妈妈这么痛苦啊。如果你要是不好好修心的人，说不定就开始造口业了，你说菩萨会不会啊？懂都不懂的，不会的，他聪明人乱讲啊，你能信他们？好了，听得懂吗？那台长，我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台长。那我现在自己身上还有没有灵性啊？好了，给你占用太多时间了，你现在身上有啊，你就好好念吧，好吧？你108章里边，108章里边，你有49章给自己吧，其他的给他。好的，谢谢台长。怀孕你要记住，这个怀孕出来是真的，这个就是你要好好好好对他了，开心一点了。这个是真的菩萨送给你，因为你学心灵法门。
我告诉你、嗯、好了吧，听得懂吗？我也很感谢感谢我的儿子，因为不是他的话我也不会遇到兄弟胖哥。嗯，这倒是真的，所以他你超度他能上去啊，真的。你要记住、嗯、人生的苦难太多太多了，稍不留神就出事，所以希望你好好努力。你现在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个孩子一出来之后，你把什么都会忘了，过去的都会没了，他跟你缘分已经结了，你把他超度一下，你也是感谢他让你学佛吧，好不好啊？嗯嗯，好了。大家你能感应一下我念经的那个好吗？小房子质量怎么样吗？还好，你差一点点，你把这个孩子出事，你差点变忧郁症。嗯嗯，听得懂吗？所以我今天帮你，所以我今天帮你已经释怀了，我今天已经帮你解释清楚了，你已经知道因果了，所以你就不要再难过了，明白了吗？我今天早上就有预感，我说今天可能会打通电话，啊、来，记住师父一句话，真的永远是真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明白了吗？好了，好好学佛，好好学心灵法门。我自己，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再见啊，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嗯，再见。你看吧，师傅就这么救人嘛，对不对啊？人的精神垮了，人就完了。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喂，你好，你好，师傅，你好，你好，请讲啊。感恩师傅。讲啊。好了，讲吧。我求你，我一年了，快一年了，每天想。你就告诉我们就好了，你不要叫啊，你叫的嘞。他是九四年的。八九四年。九四年属狗的。九四年属狗的。儿子啊。啊，儿子。想看什么？看脑子啊。看图哎，看图谈，看图。哎呀，我真的很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我告诉你，这孩子脑子有点小问题啊，嗯。是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天天在求啊。倔嘛，倔的臭要死，倔的不得了。然后呢，自己呢又有点自闭症，嗯。是。我告诉。我现在跟他念了800多章。八百多章是吧？我看看啊。嗯。哦，进步很多，但是还有一个灵性在，嗯，还有一个灵性呢、啊、还有一个他还要念多少啊？还要念，哎呦，还有很多，至少680章。还要念600章就够了。680，嗯。啊，好好，我念700章。好吧，你听我讲啊，你这儿子身上的灵性有点怕你的，嗯。所以你儿子 啊，经常你跟他一叫啊，他就很害怕。嗯，他是这样的，他在家里啊，我想把他放带到我身边来，他爸会指导他、干扰他，他想念经。我拿师傅的视频给他看，他说：“妈妈，我看到师傅，我好想流眼泪啊，我好感动。”啊，对不对啊？啊，我好想去参加法会。啊，你看多好啊！哎，他每天说：“妈妈，你快念经了，求快求菩萨，你念了修好了来救我啊！求菩萨救我了。”看见吗？我早一点，我们全家人来修啊！你们求菩萨救的我，嗯、我们全家人都来修心灵法门来救去参加法会。你看你儿子，你看就是因为你念了这点经，他开悟了，明白了吗？嗯。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我真的天天就天天感恩你，天天感恩你。我今天为你放了三，我这条件有限，我只放给你放了三条鱼，就是。哎呀，三条鱼很好、啊。感恩师父，用心帮，用心对师父，师父能感应的，明白了吗？我知道，我觉得很感恩你，你在我梦中的
到了我梦中几次了，我很感恩你了。谢谢你的法身到了我梦中几次，说对我说我儿子明年会好。啊，你看看师父，我告诉你明年会好，一定会好。真的，我明年想去参加法会，今年去不了了，因为条件有，我的经济条件有压力。你用不着来也没关系。我想明年去拜师。你用不着来也没关系，你记住了，心中有菩萨，好好念经都可以。师父，你看，我不是照样到你梦里来啊，对不对啊？我真的很感恩你，我就是很感恩你，我想去拜师啊，我一直个梦想，我那上次是跟那个上海的师兄说了。我师兄说明年先提前要那里提前邀请。嗯，好，好好努力啊。嗯。还有一个是师傅，我想请求你，我那个儿子的名字啊。嗯。他的名字好重要，有人说有人下杠头了吗？我想请求一下师兄师傅。下杠头啊？有你说啊，因为我那几年好急啊，一十多年我都魂不在身，我都魂不在身。说有人那个师兄说有人被他下杠头了嘛？我看看，我看看。那个、你话少一点，你让我看一下好吗？嗯。好，感谢。几年属什么的？94年属狗的，三月初二。嗯。啊，他真的被人家下了。啊，真的是啊，人家带着我去 啊，带着我去说，嗯，发了好多福给我儿子吃，说了我儿子不要吃那个医院里的药，哎，吃了他的药就好了。他吃了他的药，越来越严重，一天吃一刀符，哎，吃他的符。哎呀，你们怎么这么迷信啊，这么愚痴啊！哎呀，你们真哎，我们不懂啊！我看到儿子这样，我都疯掉了。我哪听到哪里？那个时候你学心灵法门了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是去年接触了，啊，我接近心灵法门，我就哪里都不去了，我哪里都没有去。现在知道了吗？我告诉你啊，就是，哎呀，过去没学佛，所以什么都不懂，就乱来啊。哎呀，吃符啊，你叫拿张纸啊，烧烧掉，然后你叫你把纸喝下去啊，你不是开玩笑啊？嗯，你这个东西吓到了。吃了好多符。哎呦，吃了好多符了，哎呀。你索性前面加一个字，还叫我儿子到他身边，把他这个名字生辰八字全部写到他那里去了。哎呦，他们那些人，我这几个小孩全部写去了。哎呦，那三个，我有四个小孩，三个女儿嘛，一个儿子嘛。你怎么这么笨的了？哎呀，你怎么不开心？是啊，那个是要我乱了，急了。乱了，所以叫病急乱投医啊。哎，是啊，你还好这四个，你再生两个给他，再来点福吧。哎，你怎么这样？我真的很感恩菩萨。你现在知道了，赶快了，靠小房子，靠念经，把他救出来吧，孩子，明白吗？他这个名字啊，我想求师傅帮他改一下，我帮他写一下名字。他原来是丁焰刚，火焰的焰，钉子的钉，焰是火焰的钢铁的钢，那个。上面先生嘛说他是缺金缺火缺雨，你帮求师傅帮他看一下，求师傅。不是啊，这个改名字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改的，你要自己选几个名字，然后台长只能这点时间，只能以后打进电话我帮你挑选一个。改的话啊，帮我挑选一个好吧？你感恩师傅，挑选一个你要自己选好了，我来帮你挑。听得懂吗？我每天听师傅的节目，每天就是看师傅的视频。啊，那天我听到师傅说那个金翼的翼可以吗？他是属狗的，可以弯这个字吗？我在梦中感应师傅，我感应师傅给我。嗯，你这样。金翼康健的康。健康的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我求一下师傅，这个名字可以吧？我跟你说，改名字不可能在电话里这么短时间的，改一个名字上面走一下，下面跑一跑，我告诉你很长时间的，至少五六分钟。明天是菩萨的频道日，我想借菩萨的频道跟他声闻了。你这样吧，你实在不行，你家里有人懂电脑不啦？有人懂电脑不啦？懂，没在我身边，我女儿懂，她没在我身边，她。你可以打电话给她。不要去。你打电话，你可以再叫她在网上看一看，生辰八字稍微顺一点，帮她选几个，我帮你看一下，到时候，
好吗？啊啊。丁玉康，我这只要想请求一下师傅，这些丁那个丁子的丁玉是那个金玉那个玉康是健康的康，这个名字行吧？你不要乱来，我没看过的东西，我不会跟你乱讲的。台长不是乱来的。好好好，我就是不管乱来，所以我天天求菩萨，天天求菩萨。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就是改好名字之后，你跟睡觉之前求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你帮我看一下名字。说不定菩萨来，说不定就是这个有一个穿西装的就过来了，听得懂吗？好了，不能再讲了，没事。我这个佛台可以吗？因为我是住人家的房子。可以，佛台倒蛮好。菩萨来过吧？可以，还有王母娘娘都来过。感恩师傅，我真的很感恩。好了啊。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啊，开心一点。好了，就这啊。对，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啊，不能再讲，给人家讲。再见。他要叫回吗，师傅？不要，先不要叫吧，好吧。先不要叫，那个师兄说他的魂魄不齐。你给他念小房子之后就会了，好吧？赶快选个名字，然后晚上睡觉之前问问观世音菩萨。好，我记得那个名字出了现是吧？你自己睡觉之前问问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好吗？好，感恩师父。再见。感恩菩萨。再见。哎呀，他们那些你看看，没学佛之前他们真的很可怜，什么都搞不清楚的，真的吃福，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全去吃那种福啊，这个把它泡在水里，把它喝下去。哎呀，真的，喂，抓紧一点，这是给你加出来的，赶快抓紧一点。喂，你好，喂，你接通了？哎呀，接通了又跳掉了。没办法了，对不对啊？喂，你好。哎，真可怜，大家都是这样。因为你想想看，台长为什么叫大家去救大家？因为很多人真的搞不清楚啊！你看，花了那么多冤枉钱啊，还叫他们不要去看医生，还叫他们吃符号，吃那种符花的符咒，然后还被下杠头。你说这多可怜？你说这看，你不让他学佛，你不让他懂得心灵法门怎么样应该念经许愿放生，你说他哪一天能解脱啊？所以真的很可怜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啊，救人就是增加自己。喂，师傅啊！啊，你好，赶快抓紧时间。哎呦，感恩师傅慈悲，请师傅看一位1975年属兔子的男的，想问一下他想留。他应该过去是应该学过这种跟数字打交道的，像会计 啊，像这种数字打交道的。他想做国际贸易，可不可以啊，师傅？看看啊，属什么呢？啊，他是1975年属兔子的男的。国际贸易。这个人做生意不是太好。啊。他只能跟着人家做，他自己做。他只能跟着。他自己做的话，他会怕风险的，所以他做不大，他胆子很小，那他师傅，他可不可以就说移民留在澳洲啊？他努力一下可以啊，他可以想办法的。好的。你叫这个孩子心要稳定下来，他做人呐、做人做事啊，不是太踏实。好的，师傅。他的嘴巴不要乱讲话，好的，感谢师傅。有点吹。好的，请师傅看一个1968年属猴子的女的，请师傅看一下她鼻子需不需要做手术。几几年属什么呢？1968年。属什么？属猴子。你看她需不需要做手术鼻子？啊，她鼻子上有灵性哎。哦，师傅。哎呦。那需要怎么做，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我很清楚。哎呦，那个灵性在跑，不单单在鼻子啊，喉咙都不好啊。喉咙也不好啊！你去问他、咳嗽，就是这个灵性。是师傅，就是这个灵性在跑呀。
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多少张小房子？先给他念六十八张。六十八张。哎、他鼻子上长了块息肉。嗯。嗯。你现在师傅他需要做手术啊？这样吧，你看看两个礼拜之后，如果息肉明显减小，那就可以不做了。如果还是老样子，就叫他做吧。嗯。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最后一个，请师傅看一个亡人，他的名字叫陈文丽。陈呢是陈小陈的陈嘛，文呢是文化的文，利呢是利益的利，女的，2016年往生，已经读了130张小房子了，师傅。陈文丽啊。陈文丽。啊，活着的时候很喜欢穿一个马甲。啊。他现在还穿那个马甲。嗯嗯嗯。他在阿修罗的高的地方，嗯。阿修罗道，那师傅还需要多少张呢？比较高的地方，嗯。哦哦。他需要86张。86张。好的，感恩师傅，他愿意让他们自己背。他玉界天有一个亲戚已经到玉界天了，在想把他弄上去，也在帮他。在帮他。好的好的。好了，感恩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他们就让自己背，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再见。弟子没有问题了，师傅再见。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